关羽能吸引客人吗？再过几年，肯定比萧郎更昂贵。招呼完一桌客人，赵六郎才走到后边，徐当背着身不理他。赵六郎说：“都是为了自家买卖吗？不就是被人摸了两把？我那年摸了。”这赵六郎在杂货行做久了，竟也学得油嘴滑舌了。